怎么都快乐，一个人玩很好，独自一个静悄悄的。手手，正两个手手，正好用纸折床、折马、踢毽、跳绳、搭积木。当然还有看书、画画、听音乐。两个人玩很好。讲故事得有人听才行。你讲我听，我讲你听，还有下象棋、打羽毛球、做跷跷板。三个人玩很好，讲故事多个人听更有劲。你讲我们听，我讲你们听，两个人甩绳子，你跳我跳，轮流跳。四个人玩很好，五个人玩很好，许多人玩更好。人多什么游戏都能玩，搭积霸。小鸡打排球，打篮球，踢足球，连开院旅，连开运动会也可以。再见。ありがとう。